要装管魂，也要装像一点。你有没有穿 Notorious？ 没有嘛？是不是？你去砸店也没有穿，你被逮捕也没有穿，你跟我说管魂，你是穿 Notorious 吗？你没有，说什么替馆长出气？哎，笑脸哎，归你呀，你知不？归了你呀呢？我如果会怂恿去人家做这个事情呢，我要被我砸店的人多了个气啊！这个戏演的真的有点烂，也请警方呢可以好好的调查。既然扯到林，哦，你不要扯我啦，关我屁事啊！馆长曾于2019年时在直播中痛骂吴宗宪，被告上法院。当时台北地院依公然侮辱罪判馆长拘役58天，缓刑2年，并支付公库10万元，不得再出言辱骂吴宗宪。日前吴宗宪女儿吴珊如在东区开的无聊咖啡遭到恶煞砸店，对方一度声称是替馆长出气。对此馆长昨日在直播回应，关我什么事？首先哦，我在讲哦，要装馆魂也要装像一点。哈哈，你有没有穿 Notorious？ 没有嘛？是不是？你去砸店也没有穿，你被逮捕也没有穿，你跟我说管狠，你是穿 Notorious 吗？你没有，你没有说我管狠。哎呀，塞你嘞，哪里有穿 Notorious 吗？啊？说什么替馆长出气？哎，笑脸嘞，归你呀，你知不？归了你呀嘞。哎，啊，我跟你讲。那就保和会啦，你帮我出气一下，快点，快点啦，你不去出气，哎呀，出气啊，保和会还有啦，还有在经营你，你给他喊你，哎呀，替我出气，你真黑道啊，你怎么在跟他卡店，你是在卡怎样的，卡会大的哦，啊，我相信啦，管粉应该是没有那么赢啦、啊，哦，我也没有，从来没有，以前到现在也不会怂恿人家去做这种事情啦、啊。我如果会怂恿去人家做这个事情呢，我要被我砸店的人多了个气啊，好不好？要被我砸店的人多了个气啊，哦，要被我砸店人多了，吼、哦，什么什么茶屋啊，是不是？哦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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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奇怪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要去砸，你也要装像一点啊。你首先要来我们的官网嘛，买一下 Notorious 赞哦，脚要穿着 Notorious 袜子、裤子、衣服、外套，是不是？哦，要穿一下 Notorious， 对不对？哦，爱练壮一点，哦，爱练壮一点，哦，都看馆长学健身啊，这样比较说服力啊，没转你抓他乌诶，哦，啊，现在很好玩，现在这少年啊、哦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纠纷啊。好啦，警告各位黑帮哦，黑帮砸店的小朋友，黑帮砸店的各位老大哥，好不好？各位黑道人士，好不好？麻烦你们，好不好？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嘿，你要去找谁砸店？哦，我在这边是觉得这个社会是不应该这样做啦。首先，我们谴责暴力嘛，肯定的嘛。啊，再来呢？你去打人呢？你要隐瞒你的真实动机呢？哦，现在大家喜欢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哦，开我枪也是嘛，哦，打人也是嘛，故意制造个纠纷嘛，这个很老派啦，很 old school 哦 ，OK，old school 哦 ，old school 哦，哦，打人呢，砸店呢，哦，都说是因为啊，你多在看啊。哦，这从我小朋友时代就有的东西了。哎，这个戏演的真的有点烂。哦，那也请警方呢可以好好的调查，好不好？既然扯到林，我会觉得你不要扯林啊。哦，你不要扯我啦，关我屁事啊，关我屁事啊。啊。